这一件真的很痛，超级痛，所以我要穿那种半分钟，真的会。那好，不是，其实我一直都蛮欣赏他的，是我们缘分蛮深的，从 JPN 的 APP， 然后再到捷运的 APP， 那期待我们有一天可以认识。感觉他应该也蛮厉害的，对，那我相信他的演技怎么样？毕竟他是成功人士，对，所以我希望可以跟他有。